我痛快了，我痛快了。李菁啊，好，说李菁。李菁有一亲戚，哦，嗯，有一妹妹，哦，长得挺漂亮的。是啊，嗯，那脸长得怎么形容呢？您说形容。咱们家买山芋，啊，上锅蒸完了，拿手一拿出来，啊，太热，啪。掉地下了，过来俩小孩穿着钉子鞋踩了啊，嗯，您那样这长相您愣给编一故事，您可了不得了。嗯，个也不高啊，哦，穿着高跟鞋垫着脚啊，啊，能走到下地底下去，好嘛，地了海子。嗯，这么高啊，嗯，长得挺寒碜。是啊，街坊邻居还是上夜班的都要一张他的相片干嘛呀？壮胆儿用，好嘛！据说他那照片啊，嗯，贴在门上辟邪，嗯，贴在床上避孕，嘿，嗯，这这太损了，不是，真寒碜啊！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啊，区里边出了人，告诉这闺女这天不许上马路啊！干嘛？后来英国人看见一别扭，他不给了，啊，不至于啊！哪儿那么大罪过啊，挺寒碜的，啊，他一上街正出现那个追尾的交通事故，哎，当当当40辆车追尾，哦，司机下来一脑子血，啊，指着他逮着逮着逮着，干嘛不看他还撞不到一块呢，哎，太招眼了，他那么寒碜，啊，那么寒碜啊，长这么大了也没人要他啊，你怪瘆得慌的，哦，你要说不为了练胆谁跟他待着呀，是吧，自个儿满处疯去，逮谁问谁，谁娶我呀？啊，谁娶我？我嫁你们谁呀？啊，啊，嫁你们谁？谁敢要他？是，他上那个拘留所啊，啊，砸门去！哎，你们这有人要我没有啊？啊，你要没有啊？拘留所里边都喊，啊，所有犯人都说啊，他进来我们就死，那好嘛。嗯，没人要他还，就是没人，谁要他呀？啊，嗯，没人要他，自个儿出去玩去。啊，嗯，别人家的闺女说2天要不回来，家当得变着。那可不，孩子没回来呢。啊，嗯，他这个走3月5月，他爸爸也变着。啊，嗯，哎，不定谁家的流氓又倒霉了。嗨，嗯，替流氓担心呢。他有一回出去惹祸了，出事儿了。是吗？跑到郊区去了。啊，来几个流氓，月黑风高啊，啊，云彩在月亮都挡上了，啊，这几个流氓惨无人道的，怎么把他侮辱了哟，一会儿功夫风一刮，月亮地儿一瞧，这脸啊，这几个流氓都上派出所投案自首去了。好嘛，流氓都小好了，嗯，知道吗？他一回来整个胡同家家的吃面条，干嘛祝贺一下，这有什么可祝贺？人间自有真情在啊，这算一种福利啊。什么福利啊？这杂志写这孩子上了瘾了，哎，这上瘾了，满处问哪儿还有流氓啊，啊，哪儿有流氓啊，哎呀，啊，走街串巷，可怜可怜我，给我个流氓吧，哎呀，有找这个的吗？啊，啊，哪有说流氓啊，没有，啊，自个儿又跑到郊区去了，是那喊，那什么年头连流氓都少了，哎呀，打这边来一车，啊，车一停下来俩坏小子，哟，这是打东北来的一个流窜的团伙，哟，三个人集团，有一个首领带着俩小喽啰，哦，绑架人家小孩子，哟，打电话勒索绑票，犯罪团伙，是是，那头在家等着，嗯，这俩出来绑孩子来了，嗯，哎，停下车拿一口袋，嗯，这口袋装人用的，哦，啪一扔这儿，嗯，转身上厕所去方便去了，嗯，他一瞧，呀，啊，这机会来了啊！什么机会？拿过这麻袋，咵就套上了，自个儿给自个儿套上了啊！这俩来了一瞧，得，嗯，什么年头啊？嗯，买卖越来越好干了。哎呀，这是买卖吗？这个自投罗网的啊，把那口扎上，扛到车上拉回去了。哦，头跟屋正坐着呢。哦，嗯，这回来这么早啊？啊，这您看看，这有自投罗网的，嗯，解开绳子，哎，您看看这个啊。嗯，这头看看着，嗯，这头最坏，怎么12岁把他爸爸宰了啊，13岁把他妈推河里去了，哎呦，15岁自虐满门，太狠，没有人性啊，看他看了5分钟啊，眼泪下来了，哭了，大姐啊，我想这是一个误会，哎，嘿，这成误
会了。希望你能够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这有几个戒指啊，你留个纪念。嚯、哦，这兜子有10万块钱，是昨天送来的。哎呦，都给他了。我再给你写封道歉的信啊，你回去吧。哎呀，你回去吧。啊，门儿也没有啊啊！他还不干了，你们仨落我手里边了啊！咱四个人结婚。哎呀，四个人结婚，大姐，啊、你这就不对了。嗯、啊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哎呀，你非得逮着蛤蟆攥出团粉来不行啊！哎呀，挤得个胡说八道啊！嗯，我把他们俩一会儿就送到派出所去啊！我找地儿，我上班去行吗？是啊，啊，嗯，你说吧，我你让我你提个条件，你说我杀个人也行啊？你说哦行啊，我非跟你们结婚。嗯，你气人太甚啊，报应啊！哎呀，别说了，转转转，干嘛？叫过一个来啊！你娶的哦，这掏出枪来，啪！哇！死一位啊！你过来，你过来啊！你娶她啊！这掏着刀来，你再说啊！好嘛，你再敢说，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别别别啊！好，嗯、啊，给他来车上去，大车来车上去啊！哪儿弄来送哪儿去啊？拉来来来，来车上，这头开着车啊，又来到弄他那地儿啊，踩住了刹车，点根烟，抽根烟，大姐，嗯，差不多，真的。他给愁的，真想做好人啊！你给我一个机会吧，你走吧 啊, 啊！你走吧，他赖着这车门，我才不走呢！哎，我就不下车，赖什么？我就不走啊！我跟你们俩结婚哦哦！哎呀，他给愁的，我求你行吗？啊，你下车吧，啊、门儿也没有啊！我跟你们俩结婚，哎。怎么的？车不要了，咱走。哎，车都那一个徐大喜，你是三个便利。